韩剧《The K2》由池昌旭、润娥、宋允娥担纲主演，讲述雇佣兵出身的金在和当上保镖后，与第一夫人及总统候选人私生女之间的纠葛。该剧播出第四集，池昌旭饰演的金在和在澡堂里遇到埋伏，于是直接裸着身体跟众人开打，肌肉大放纵，让观众直呼太害羞。12日，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相关人员透露 ，TVN 的 K2 遭到民众举报，将在当日下午进行评议。被举报的戏份是第四集中池昌旭和其他几位员在浴室的一场打斗戏，演员全裸出镜，部分身体被马赛克处理。哎，잘있었어？